连续的球队的攻势，回望落空，精彩。对，杜英杰上来以后，整个的一个比赛节奏又不一样。投手的稳定性是比较高的。看起来是一个下沉球，投得不错，主要还是很准。右外野方向的一个飞球，右外野手跑了一段距离之后停下来接杀出局，打击的严胜贤，第四次的打击被接杀，两人出局。所以杜英杰的表情看起来是很轻松的在投球，就是完全掌握节奏了。而且对这种 label 的一个打者的话，他心理上是没有压力的。挥棒落空，再来一 K， 上来之后的第三次的三振，这个半局让对方三上三下没有得分。